上好，都还没睡呢。早上好，直播封面，直播后面是之前我还记得很久之前存的那个绵绵冰做的，不是我自己做的。谢谢卤肉饭宝的奶茶，谢谢健可宝的福袋绿豆糕，谢谢雪宝的绿豆糕。唱歌今天唱不了了，太累了，而且今天不知道为什么腿特别特别酸。谢谢左仓宝的绿豆糕，对，我纯粹是因为我觉得我这个造型不能浪费，就感觉来播一下，而且我今天还没有吃东西呢，今天已经过去了，我昨天还没有吃东西呢。然后特别饿。对，然后就刚刚点了外卖，直播前点了外卖，等到那个外卖到了就刚好。谢谢西蒙宝的吃粽子，谢谢睡觉协会的绿豆糕。我睡了，补妆的。但我确实好困，我在车上都睡着了。谢谢风雨宝的绿豆糕，谢谢寒金宝的绿豆糕，谢谢浊水宝的绿豆糕。我点的是那个成都小吃，就是中水饺、红油抄手、凉面什么的。对啊，这个头发就是一整个大动作，还是黑了很多吧。哇，谢谢十二宝的吃粽子，这个粽子怎么是红豆的？我讨厌红豆的，它应该是咸蛋黄的。谢谢苏斯洛夫堡的绿豆糕，谢谢 Joki 堡的绿豆糕。没事，我也虽然我不吃甜粽，但是我尊重甜粽。我家之前就吃白米的粽子，就是我家那边的甜粽就是白色的粽子，然后加砂糖。或者说是包豆沙啊，比较常见的包豆沙。谢谢哥一个宝的绿豆糕。随机猜甜咸，那我猜到甜的我会很难过，我真的不喜欢甜的。黑了很多是吧？而且刚染的时候是最黑的。我买的是那个，而且盒子还在这上面呢，就是欧莱雅的青木黑鹤。最近屈臣氏搞活动，第二件三折。勤俭持家，然后就因为我发量比较多嘛，然后我就要，虽然我头发也不算很长，但是我都要两盒来着。对，拉票时间确定了，拉票时间他通知我了，在7月4号。差不多可以开始准备起来了。哎呀，紧张。不过刚好昨天，因为郝静怡她不是拉票嘛，然后她就让我们帮他们看。让我们帮他看节目，然后我就刚好在帮他看的时候，我就自己也有想了一点点。哎呦，我今天有点，就是你们发现我发型一直在变吗？因为我一开始跟那个造型师姐姐说我要做的是那个微卷，然后结果好像这跟我想的微卷不太一样，就他给我卷成了这种小卷。谢谢一生日落宝的绿豆糕。对，然后这个小卷就显得我头发又多了一倍啊。然后我第一手下来看的时候，哇，我吓死了，我说我头发怎么看起来这么多。谢谢应援棒，头发一开始都掉下来。什么叫掉下来？我的头发整个掉下来。我给你们看我染的发际线。我今天一定要直播，就是要给你们看这个。今天就肉眼可见的我一出场那个头发就特别多，是吧？谢谢你们俩糖宝的吃粽子。给你们看我染的发际线啊，真的是人才，能看到吗？就是这里黑的地方。我就这么把我的发际线扒了给你们看，这个是我染的，不错吧？
这个形状，很像种的吧？对，然后就这么，因为说实话，就是之前这个地方啊，有时候也会铺一点发际线粉，我感觉这个用染膏染上去，就染到这个我的额头上啊，我的这个脑门上，跟那个发际线粉的效果差不多，但是不知道会不会洗掉，厉害吧？晚上好，我还在做作业呢，这么晚啊！谢谢森给我的维提宝的福袋，我这个可是独门秘技，真的，就看会不会洗掉了。后面的单马尾啊，我蛮喜欢单马尾的，很利落。后面其实单马尾叫单马尾是因为太热了，我今天真的好热，然后那个剧场的空调也不太给力，然后就一跳舞就更热，下次流黑汗。我是洗干净了的啊，我的头发是洗干净了的，我的头发不是喷的。我还要给你们讲什么？我做了猫的动作，哎，那不是狗吗？那不是狗耳朵吗？应该是狗的动作。而且我发现，我看回放的时候，我发现我跟谢天一好默契。我们有一个，就是那个 sing together 的时候，我们有一个这样子的动作，我们没有提前商量哦。哇，厉害了！我们没有提前商量，然后这真的是同时做了两下，而且两个人同时伸手，同时抖了两下，太神奇了。因为我觉得就是戴的那个狗耳朵，那应该是柴犬耳朵，然后就很适合做一点这样子的动作。又想到一块去了，觉得很神奇。就想到一块去这还好，就是狗嘛，狗都能想到这个，但是同时频率都一样，我真的把它震撼到了，把我震撼到。对，是狗，我现在也是狗。哎，我也不确定，我真的是不是狗？我是狗吗？好奇怪哦。就是这个它这个尾巴，就我后面是有尾巴的。这套衣服后面是有一个尾巴的。它这个耳朵吧，我一开始觉得它像狗，但我这个尾巴，又很像那种浣熊尾巴。知道吗？浣熊尾巴，你感觉又有点像小浣熊。哦，应该是浣熊，这上面印的就是浣熊啊。啊，是浣熊。哦，我不是狗，我是浣熊。我不是狗，你们是狗，我不是。你们也是人，你们也是人。我们都是人，我们都是人，啊！小狗狗多可爱呀，小狗狗！我磕什么 CP 啊？我磕的 CP 很多啊，磕的 CP 很多啊。小狗狗多可爱呀！啊，你是小狗狗，是吧？这个听起来就不像骂人了吧？浣熊。浣熊应该洗棉花糖，你们看没看过那个浣熊洗棉花糖？浣熊它不是什么都要洗一下嘛，所以它叫浣熊嘛。然后它洗棉花糖，然后那个棉花糖就化了。明天我们拍完，我是下午好像1点钟1点多，拍深写。然后晚上还要排练，对，我应该会在那中间直播。哦，对，那个我那么大个棉花糖呢，我有什么棉花糖可以来表演一下？一个表演欲又上来了。好像没什么合适的，算了。谢谢狮子宝的绿豆糕，拍那个应该是三角函数青岛巡演的照片，你宣传照什么的，也不知道穿什么衣服。
哎，挺好的，今天刚好染了头发，明天可以黑发拍了。然后三角函数也是一套我觉得比较校园风的公演吧，然后我觉得也比较适合黑发，挺好。我还要跟你们说什么来着，就是我今天的这个遭遇，真的我太惨了。我必须，这是我就是今天我非要，就是你们都劝我赶紧休息吧，我说我不，我一定要开直播，就是因为我要跟你们讲讲我今天的这个遭遇。我今天不是减200，是减300。这是背心儿，因为是减300，这是为什么呢？因为这个我们刚刚才回来，我们结束的时候就已经。这个减200的故事啊，你们都知道吧，在那个房间讲过的，就是遇到了一个那个尿坏的司机啊，尿坏。我一开始跟他打电话，就是我说你能就是给我送回来吗？就我把你就是这一趟的车费给付了，你就当送个人啊，你送我手机，你就当送个人。然后他就不给我送，他一开始还说什么，哎呀，你们晚上什么时候就是因为我们是从那个中心打过来的话，他就说他就是住那边嘛，也住宝山这边，他说晚上再给我，然后他就反正我听那个语气就很不靠谱，然后完了，我就是手机肯定不能等到晚上才拿呀，也怕人家是坏人是吧？是不是一定会拿我的手机去做什么？万一人家是河粉呢？啊，虽然这个应该不可能哈，这个他没有那种河粉的气息，但是就也怕嘛，然后就是因为手机还是比较私人的物品。嗯，啊，考试加油，就是。谢谢十二宝的粽子，然后我就又给他打了第二个电话，就当时反正就大家也就是在劝我说，要不就是给点钱让他送回来，嗯，然后就是因为就怕手机拿不回来嘛，就真的怕。然后我当时就跟他说，那我给你200块钱，你帮我送回来。他说好嘞，十多分钟就到了。哦，也没有那么夸张，他还是很犹豫。我把这个客人送到了。他一开始跟我说的是啊，他这个客人送到了也不能把那个接单停止，因为他们这个接单呀，他是不能就是提前停止接单的，他要等他接不到单，他才能停止接单。心里大头鬼。然后哎呀，然后在我跟他说我要给他200块钱之后，他就跟我说啊，那可能十多分钟之后就可以到那边。真的很无语。哎，那就手机拿回来了就好。后面我拿回来的时候，就是那个大夫在说，其实200块钱能把手机拿回来就好，因为一开始那个司机他在那个语音里面的那种就是说话的语气就真的很那种，就是怎么说呢，就感觉跟他跟你开玩笑似的。多难受。嗯。功夫少女的感觉，这哪里功夫？悟了是吧？悟了。对，然后我就这么就失去了200块钱。对，你们说的对，我应该跟他要价100块钱，但我这也是第一次丢，对吧？啊，没有经验，啊，以后也不会再有经验了。我等会就买个手机绳挂脖子上。啊，这个叫春雨。手机绳还没买，我要挑一个最漂亮的手机绳。对，青岛巡演是三角函数。对，不要有下次。对，然后还有100块钱是怎么回事呢？100块钱啊，头发两边越大，是这个，没错，刚刚有人猜对了，今天是这个。那个作为行大夫就跟我说，等到了青岛，带我去赶海。我说你上一次去长沙之前也说带我去吃小龙虾的，结果去了之后说，你去找25以下的吧，我要在这边按脚。在酒店里按脚，所以我今天就不相信他的话。等一下，这个是我很久以前借的啊，然后这个你们知道，就是我在迪士尼借的，结果就没能还上那个，就是我忘记了，我在他过期的时候就已经忘记了。然后这个我记得，打我脸了，这个我记得，就是我前天晚上借的那个，然后我借那个咋回事呢？就是，
就是是这样的，就我当时先借了个充电宝，因为手机当时已经快接近于关机了，我就借了啊。然后我充了差不多充了大半的时候，我就想还了，对吧？我已经准备去还了。然后那个是个商场里面，有很多很多怪兽充电，但偏偏我跑了有十家了吧，有十家的怪兽充电都是全满。你说这是什么事儿？散皮都是全满。哦，这个叫这个名字。哎呀，我当时你知道吗？我就真的走了好多家店，在那个商场里面那一层楼都走完了，然后那个结果都是全满的。对，然后我今天就是那个下午不是还素颜又出来了一次嘛，就是我在那个就是街上又溜达了一下，我其实我就是在找地方还充电宝。当时我的手机都还没有找到，我没有办法就是点开那个支付宝看一下附近最近的怪兽充电的那个可以还的地点在哪里，然后我就想着，哎，我记得好像那个前台有那个怪兽充电吧。啊！结果好家伙，我一到前台傻眼，他那个已经全部换成美团充电了。然后我又去那个海伦路嘉兴路啊，两条街就那边就是剧场那个两边啊，就都走了走，结果都没有怪兽充电，就没还上。然后我就很急呀，我其实这个充电宝它是在公演中途，它。超过那个归还期限的，我都没有吃过。哎，什么买个装啊，太损了。没有都没有，我跟你们说啊，结果我后面拿到手机，我一查，就是当那会儿公演都已经开始了，我一查，然后最近的那个可以归还的地方600多米。我怎么去啊，还在公演。然后我就给那个客服啊，人工客服，我还给他发那个就是那个叫什么，就是支付宝里面可以直接联系那个人工客服。我就说你们这个不能再宽限一天吗？半天都行。我都求他了，真的，我就差我给他发一个哭泣的语音，我求求你了，结果他说不行啊，非常的铁面无私。我说好吧，我再也不接怪兽充电了。环节结束了，可能最多回来就12点多，挺偏的。我也听说，我先借一个把这个还上。好像是在什么庆岛的村。问题是我也得先找到机子呀。就是我今天在剧场旁边都没有找到机子。叫什么名字来着？给忘了。你们帮我找地方还，那多不好意思呀。没有，那会儿也没想起这个事儿啊。哎呀，我真的好难过呀！我今天就是本来也没有睡多久，其实搞得我一度公演就是其实中途，我想到我这个充电宝还不了，我还很抑郁。凌晨好。哎，其实我之前也是一个华为党的，但确实是就是因为考虑到要自拍，就苹果的那个摄像头还是拍出来就会比较还原吧，不然我就也买华为。哎，我现在有三个，我也不是没有自己的充电宝。谢谢十二宝的吃粽子。粽子，两个吃粽子，谢谢。对，我不喜欢带。我觉得我一定要改掉这个坏习惯。就明明用的是那个 iPhone 十二，我就应该有出门带充电宝的自觉。谢谢应援棒。等一下，我从中心借到剧场，然后从剧场拿回来的衣服还没有还，现在放到哪里去了？谢谢拜仁民宿基米希堡的绿豆糕。从剧场出来的时候，走的时候拿了一件衣服。换个电池啊！但我这个十二也没有买很久哎，我是过年的时候才买的。没事，不难过了。
现在已经不难过了。哦、我想到等会能吃东西还挺开心的。嗯、没吃东西，但是我吃了，就是那个天草应援会，嗯，送到那个后台的水果，吃了水果，谢谢应援棒。我真的，哎，我真的要改过自新，就凭着今天这又多出来的100块钱，啊，真的好心痛啊！不会吧？哎，应该是可以的。阿哲，我不是。哇，谢谢下雨天听。我没有才。谢谢你的皇冠。我才小气粗。一会儿等下楼。嗯。我下楼的时候，我去取外卖的时候，我平时出门不爱带包子，是这样。主要是那个衣服本来是中心的衣服，它不是剧场的衣服。我们现在就是这个程序非常的。主要我当时借充电宝的时候，我也没想到啊。什么？这头像好？哎呦！我会在一个商场都找不到一家店还上它。这不是？这谁能想到啊？没有人能想到。哎呦我！谢谢一元棒。哎呦我！哎呦我你！哎呦我！你怎么会这样？哇，谢谢蝴蝶姐姐的皇冠。绿色的。哎呦，怎么突然之间看到这个充电宝就明白了。旁边多了一个叶子的这。我这个已经买下来了，它已经超过归还期限了，已经99了。就一。两个谢谢摄影君宝的福袋，谢谢摄影君宝的又一个福袋。我其实一开始以为这是一个自拍，就是、对，以后绝对不买了，绝对不买了，绝对一个都不买了。虽然我上次好像也说过这个话。亲爱的领导，亲爱的领导，我现在绝对不在外面借充电宝了，跟你们说，我就自己带充电宝。嗯，我就自己带，我就带它，啊，好不容易买下的是吧？我也是跟你有缘。但是你这么截出来，我仿佛好像又没看过。哪一个好一点的？我的好一点的也就还好吧，我觉得。这个有不好吗？我觉得这个很方便啊，就不用带线呢。看过这个采访，但是这么截出来，我真的感觉我还没看过。好，我现在就跟他去给他充电。哎，他这个质量还不好，他这个苹果这个还发黄了，哎，气死我了！哎，怎么还有一个？我有买三个吗？我怎么不记得我买过三个？这不是我的吧？应该是别人的吧？应该是别人的吧？哎，我现在先把那个充电宝充上。我的这个直播间的头顶是，这种。以前有次机场吗？真的假的？我都不记得。先拿出里面看起来最那个健全的一个。把它充上电。哦，对，我要说握手会，谢谢小粉丝的绿豆糕。哎，好像今天握手会，好像这里没有可以带，没有可以充。他本来是排口。开电了，哎呀，不要损我了，我们那个中心是有，楼下是有那个美团充电宝的，好家伙，又是美团充电宝。我下次再借我也借美团充电宝，我绝对不要借怪兽充电宝，怪兽充电宝是我永远的敌人。跟你们说，今天我就在这里，跟你结下了仇恨。人真是头一次遇到这种情况，就是有一个。哎，我也记得带充电宝，我谢谢你。到我的这里，就叭一下就，然后他真的跟我就是店员了，我说你好，然后我是被隔壁队列挤过来。可以打牌，并不想打牌。隔壁是隔壁的人。好，再见。结果发现中心的美团又满了，所以还是要自己带充电宝啊，亲们，看看我血泪的教训。会早点休息的，等会外卖到了，电话来了，我就去休息。
确实蛮困的，而且我今天本来就是打车来嘛，然后我都本来想说就是在剧场睡一会儿再化妆，但是那个手机，这个是我自己就是太困了迷糊了，把它落车上了，这、就是我自己的问题。虽然那个司机蔫坏啊，但是但是这也是我太蠢了，然后我那会儿就着急呀、啊，就也没睡着觉。嗯，充电宝并不想多的，本来是有一点的大巴的，结果一点的大巴取消了。然后我又困了，我又怕那个再睡的话可能会睡过头，我就干脆跟大家一起打车过来。还有一个好扎心的，我今天还为此不是我打的车，是天草打的车。我现在才想起来。但虽然说我已经忘记是，就是我没有见过，忘记是哪一个，就是哎，我之前也没有。啊，以后出门带包带充电宝啊，我一个包给他配一个充电宝，我就不信，我就不信我还会去借。我心想，今天回来的路上，这个花手机还没有电了，然后。他就是。然后还借那个谢天一的充电宝，直接我一开始还看啊，那我这个还没还的充电宝还有没有电呢？好家伙，一点电都没有。我借了谢天一的充电宝。很突出，但是你人很搞笑，很有趣。对，谢天一就是夸了，就随身会带一个大充电宝的，非常就是值得学习的楷模。真会说话，夸的。就向他学习。承认了我的幽默，这是高情商。既为了防止膨胀，又为了让就是突出了一些优点。我手会送充电宝。这位朋友很会夸。我手会送充电宝的话。不是这样就会。我应该可以保证我当天就可以用上。只是我今天。我老多次就是，那个回去路上没电了，嗯。叶总的头。啊！谢谢西蒙宝躲猫猫。我们现在 VIP 会员的头像是可以动的，什么什么包都装个充电宝，学废了，是蛮有意思的。哎，这个充电宝的话题持续了10分钟。我以为是我听错，不行，换个话题。听到他夸我有。换个话题。换个什么话题呢？蛮好的，还有什么来着？还有。我的这个发色真的看不出来吗？哦，还有一位其实不是我们这边的粉丝，他只是就是。今天早睡，今天吃完饭就睡，啊，吃完饭消化一会儿就睡。你们这边平均年龄是多大？是真的就是只是跟朋友。其实它这个颜色比我想象的要普通很多，因为我看它名字叫青木黑鹤，我以为它会是那种就发绿的颜色，你知道吗？就想着，哎呀，这绿色多好呀，就是我们对的颜色，对吧？头上戴了绿，然后结果染出来就黑的。消化一会儿怎么啦？但我现在，哎，我现在这个造型，我肯定等会还是要拍一拍的，对吧？就算我现在眼睛已经睁不开了，我也要。了解一下我们女团。类似路过吧，就当他路过吧，就是类似。还有就这样，这个体验也蛮有意思的。对。不会的，今天真的太困了。哎，我发现我最近睡觉特别喜欢蜷着睡。不叫卧，就是把自己团成一团，就是把那个腿抱起来睡。我刚刚在车上我就是这么睡的。我如果坐着睡啊，我如果坐着，我这样，啊，我睡不着。手机，我得包住我自己。我说我自己拿着自己的水果单的照片，有什么用呢？然后是送你的。我现在充上电，人又没电了，猜的真准。我真的对手机电量没有那种危机感，就是我一般等到它可能5%、10%就快关机了，我才会比较有危机感呢。协会不诡秘，相信我。你可以永远相信冉小薇。是我穿一套粉色，笑特别灿烂，然后，哎，蛮惊讶。我说早睡就一定早睡，虽然现在已经2点了。
但是是新的一天啊，今天是新的一天。然后所以当时我收到我自己的这张，我拿着新的一天，我只要在这新的一天的开始睡了，就是开始没多久就睡了，那就算早睡，对吧？嗯，空头协会，哎，没办法呀，毕竟我们这个职业，对吧？就早睡真的是一件蛮困难的事情。Interesting。Interesting。什么人呢？也不太对啊。我是意思啊，我只能说我尽快，因为拍，你们知道拍一个抖音还有拍照片，还要拍蛮久的。这个哦，对，青岛，哎，今天青岛机长的时候，还有一个粉丝对我说青岛爹，青岛爹，我开始还没反应过来，说什么什么东西，我说好，然后他过去了大概两个人吧，两三个人，我才反应过来，他跟我说的是青岛爹，我还反应过来了。说完之后，你们下次真的要就反射弧有点长。给我什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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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一开始我感觉还跟我说的是山东话还是四川话，就太快了，我也没听出哪里话。情到简，耶，就是念快了也差不多。偷看你这有什么什么话题啊？不是，是真的，就是机长的那一瞬间太快了，你知道吗？然后就那一瞬间啊，就是我也不算反应特别快的人，我真的有时候我就很难辨别到底说的是什么。就如果你是夸我好看啊，这种简单的短语啊，我能辨认。但是如果就是有一些比较陌生的，就不是比较常见的那种，比如说这次巡演是吧，青岛见啊，我是哎，外卖到了，好的，那我就准备去拿外卖吃东西了。我那个脖子真的是雀肥，你们可能不知道那个形容，不然外卖等会儿就要冷掉了。对，好啦，就是、好了，你们催我，你们也早点睡吧，谢谢天章宝的绿豆糕。好吧，就是因为有阴影。拜拜，早点休息吧。对，他打光应该下次让他把我的晚安晚安。这样子就好了，你看现在看就明天啊，不对，今天见。拜拜。他们说挖煤面，机长。你应该反驳他们，你们怎么能说玩其实挖煤面？哪有头发染成这样？哎，之前还有谁求去语音那什么？球锤来着，我觉得这个语音的球锤真的比较难表现，视频的球锤，哎，我还真有一个锤子，哈哈，好，拜拜。